害羞。好，那现在时间上面写10:19。不是啊，就穿对吗？对啊。谁啊？哇，还要跟谁挥手啊？可是怎么在后面？他们都喜欢从绿来的同步啊。二号。他们说那个怎么样？我们以前也都走这边啊，因为我们在桃儿土。那我下次也走这边。筋本来就很硬啊，有在拉，就超酸的。他问了几百次 ，Can we go？ 拍谁还是不行。雾冰平台啊，今天不去，明天更雾，你知道？一天比一天云更多。今天叫晴时多云，明天是多云时晴，后天就直接多云。抽我板子。车大概坐到一半就已经到36楼了。真的吗？你看你跟那个比啊，他的地基不是更高吗？我们坐到一半就已经跟他一样高了。只是想要没住过那种高的地方，想看看高。不然你现在观察一下，他上面三层有什么不一样？会不会他上面三层只有一间房间？
不然他来呢？那栋的三十几楼是有餐厅。这上面你看灯上面积的血的形状都很古怪，这个也是一球球吗？对啊，而且跟风向还是什么有关？这是吹什么的？就不觉得这是个风扇？这是灯，后面是散热吗？还是这样？哎呦，这是灯哦。对啊，耶。哦，夜华的灯呢、啊？是吗？哦，可能。可是我看真的是风扇，那个圆筒的风扇。可能那灯很亮，然后。用不着那么大的风扇。散热吧。那你说。真的那么冷，它会热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是风扇。然后你仔细看它顶的那个雪。嗯。超厚的。雪糕吗？这么久下去。所以有必要弄风扇吗？真的是长得像风扇啊，上面写 Pocket， 放风扇干嘛？哎、欸，上半跟下半，我们就是从下半来的、啊，上半来的吧？上去右转就是走这上半段而已嘛。哎、欸，不对啊。我记得是左边的雪道，这段是瓦工下来才会走这里，这个是瓦工了，对啊，再看一次，我明明就觉得很陡啊，眼睛看跟，这里很缓，这一段很缓，就是瓦工让你的视觉效果，其实我觉得啊，搞不好咬着牙你直冲下来。不是神经病，我说真的，他可能速度快到一个地步之后就没事了，然后就刹不了车。不是，就是他不会再更快了，就像你的小坡度一样，你小坡度你也比较轻松，因为你知道不会再更快。那下了车是要走右边还是左边？当然是右边啊，左边那不叫热身，左边是，你不记得那个很恐怖吗？是那个 moonshine 啊。对啊，左边是梦想、哦、好不好？好可怕的。明明昨天滑过，你还不记得路线。我就说是梦想啊，我想起来了嘛。当然是右转。这里的这一块看起来就很斜啊。然后右边，好像真的只有上面这十公尺才那么弯呢、欸。只有十二十公尺这样而已，下面你看那个人就也没有很快啊，他都直直的顺的，好像也不会加很快，所以令人害怕只有前面十公尺。我的怕脚很酸啊，睡醒就觉得小腿酸死了。我也没有要滑那，我不知道是累积的还是怎样，昨天滑那一下就觉得啊，来，昨天可以休息了。到这边是的，真的在下雪还是风在吹？你看今天就云比较多了，我觉得是真的在下雪吧。那些云下面可能都飘着小雪，所以都雾雾的。我不会冲很快。
那是因为我三步吧。我已经自觉得很慢了。哦，好，这次我有办法慢下来了。对啊，是啊。
下面那一堆人站的地方就是 romance chair 上来的下来的地方，所以我约他们在这里汇合，所以我叫他们先出来在这里等啊，然后我们在下面挥手他就看得到了。啊？下面有橘色衣服在树后面那堆人，应该是看得到。这样会上半身有点热，表示有在用力气，累累的哈。OK， 又热，脚又酸又烂。因为有花力气啊，累累的。但是刚那一段，那一段这段轻松的就才会松开，一开始还蛮紧的，蛮紧张这样。哎呦，都笑到这边了。本来我刚刚想，既然这段那么轻松。应该再多练一下，不过那边也有轻松的，好吧，先选那边的轻松的吧。
坐前面那一个，四人坐的。啊，好啊，那去那边吧，坐着瞧。休息啊，休息休息。昨天滑太多了，所以今天十点出门我也觉得没什么，要有点控制一下运动量，不然明后天怎么办？边边一点比较好。你在边吗？好，没关系了。不软吗？不软，一定不软的。右边一点可能好一点。谢谢。哎，都可以。刚刚刚说吧。等。那我在干嘛？
然后要拉外套吗？头发，我手伸不进去，现在太紧了。哦，好啊。什么头发？我瞄一下。白色衣服里面。要把它弄怎样？我摸不到头发什么的，我只摸到内衣。被你的脖围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你的肉吗？对啊。触感不对，你等我，我把手机收好，再把手套拿掉。这吸了不少你的汗，里面都是水蒸气。来了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把我头发拉起。找不到头发，头发在哪？你脖围围得紧紧的。不是，都卡住了。你能不能把抬头挺胸一点？衣服勒很紧的。摸不到了，我只摸到几根头发，你知道吗？是，但是在往上翘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拔你头发，我跟你讲。我告诉你，等一下。你这个球就被你帽子卡进去了啦，你等我一下，你先不要动，你要帽子脱下来才。不行，我懒得脱帽子。那我帮你把这个先转开好不好？它就卡在那。为什么转不开？你是最爽的。超难搞。不要再拍。好了，再来一次。哎、欸，你要等一下全身都湿的吗？哎、哦，小，我手超酸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是的吧？哦，手好酸了，受不了。我已经往下拉了。当然热啊，你那里都是水气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衣服整个紧紧的勒在一起，是你的脖围勒住的。好热。脖围的关系。哦，手酸死了。探囊取物啊。啊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抓这张图，好，走啊！来，走啊！你先穿。哎呀！
没有，确定。对啊，凉凉的。到 Tower Express 其实很快，对啊，其实对啊，后来好像是，跑下来了，昨天回来超快的啊，十分钟以内。他会怕啊，所以你陪着他、这种真的很不冷。现在已经10:52了，那就11:40吧。现在天气已经算好了，中午是最好。对啊。那11:40。你都撸过来差不多。到12:00，对啊。然后先看还是先吃？先看啊。搭个车。先看，然后下来搞不好。想要让它翻晴朗，然后再坐上去一次。不是，搞不好下来刚好就到咖啡了。咖啡也可以吃，那个也可以吃。上课时间就是半小时，应该体力也差不多。大概是滑2趟到3趟，就是就蓝色坡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以前的练习坡。我的话我做单脚练习，你的话就不紧张练习，就只是滑就好了，滑轻松，然后等到你真的有想到什么事的话，你就想象自己要直一点，要把弯做的超级大。我要直一点。你不要管直。我不要后座好丑。哦，你说屁股哦，你轻松就不会后座啊，所以我让你别想啊，你也不要想直，因为这件事用想的做不出来，你轻松就会直。所以我是说，你要是心有余力的话，你就说啊，好像有点轻松哎，那你就练习画很大很大的弯。你不是一直都嫌说我的弯为什么那么大吗？嗯，其实就是弯一样，只是我速度比较快一点而已。那你轻松了，你就稍微加快一点的话，然后不轻松的话就做你平常的事就好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一次你下我下，你下我下。好啊，那我是帮你录啊。就你。我们第一次两个都不要录，第一次两个录的话不会轻松，第一次就先滑下来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不会，我们先去那个之前的上课坡，那边应该没有什么人爱滑。
中间太平了。脚有点麻哎、欸，糟糕。手太紧了。不知道，但是不手紧，我刚就是很明显，我知道我转不动板子。啊是哦。脚在里面转嘛。啊是啊。板子转不开干嘛？对，会这样，脚转了，但是板子还没有转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我好像都没意识到我在转板。我就没有绑紧，就会这样、啊。我是说我好都没有特别。你有插很紧吗？就中等紧啊，没有到最紧，但是我也不敢放松。但是我突然觉得我大拇指有点要麻掉了。那就是血液不顺畅。我上一次、有一次上课的第一天，我就觉得脚很痛。要瞧一下，瞧一下，我突然觉得我有点脚麻掉，脚麻掉，第二个手太紧。压住那个脚板上，嗯，大拇指有点麻，有点麻，摸到，算了，下次再弄。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不是吗？你可以选啊，直下或者是横滑再下。哦，直下就好了、啊。嗯。我记得横滑还要滑一段很平的路，很累。哦，好、啊。是要直下吗？你是要练这边吗？还是不是这边？都可以。是啊，我是都可以啊。哦、我比较斜的话，我就功课减少一点；我比较不斜的话，我就功课加多。这个很斜吗？这个稍微斜一点。这好像是那个跟田带下来差不多的。你看错了，这个大约介于我们昨天黄的 moonshine 跟绿线之间。其实我们不会滑，我们看不出来他们厉不厉害。都看起来厉害。抖一抖，没有，你先整你的鞋子吧。转弯的地方整一下。啊啥？旋转啊！不要管啊！旋转之后它不是松就是紧，接着你可以选另外一节来弄，这样好像是转紧，所以少一格。好了，随便你，总之一个方向转三圈，是多一个了。OK， 有松一点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也不知道。有时候会觉得，嗯，好，先这边好了，那边好像比较省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又后悔了你。那这是你前面吧？然后这边是滑的山丘，一直往前滑，一直往前滑，一直往前滑到底。
上一次啊，觉得怎样？很酸啊，那就上一次。看后面的没有，有停，他刚刚捡起来吧，因为他卡了，我又不小心让他卡到地板了，又卡地板，嗯，我就把它丢掉，因为我怕它又跟上次扯坏了，它刮地板，我怕它收好，应该没有扭到吧，我怕勾勾勾勾我就丢掉，还好，然后就松掉，有，我有手套，哎。怎样？我真的就是说要保持平举的习惯。啊，它就会压下来啊。对啊，我看我知道它出去了，已经那个嘛，嗯，好了，还好，应该是没有往外。你要啥？就一只手套可以。那你自己走练习波，我直下来。你要帮我捡诶。就要杖。嗯？可是杖。我不需要杖吧？你是不需要，而且。不，你横滑会很，还是你也直下来？不然你横着要很远很累。对啊，那你先下来。不然我棒棒给你。不要，我不要棒棒。不要棒棒。我不要棒棒。好啊。他帮我捡吗？他就算不帮你捡，那我也来帮你捡。掉了一只手套。切切切切。哎。好坏，还好我快点把它丢掉，再弄就要弯了。你刚说在干嘛？怎么手套也可以这样？你是在整理啊？没有，我就举着，但是它卡到地板，我听到声音，然后就赶快把它丢掉，所以就连一只手套就被抓出去了。但是你怎么有办法丢掉？你没有套的。我绷着，但是它可能刚好顺手，就掉了。哎，我怕它拗弯啊，然后人家新的要弯。好了。漂亮哎、欸。新教训就是上车的时候也不能晃神。就这样。对啊，我没有晃神，我只是没有举得够高，我没有想到它离地那么近，因为已经出去一阵子。嗯，看我录到什么、哦，我只录到尖叫声。看来看来，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会不会帮我剪？你声音很大，你怎么会没注意到？好屌！那怎么不停车？是没有。因为停车，所有人会停。好像没什么在停的哦。他懒得，因为这个缆车的间隔就已经够远了。好热哦。嗯。那你站在那里先等三车还是四车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你先等四车再下去。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以拿上来为策略，还是下去。不会啦，下去拿吧。你是说他会把它交给下一车的人？对。不会吧？他应该之前就有过这种人啊。对啊，应该这个还可以，走小心。还是我等你先下，因为我下的比较快。我等四车，那、啊、你就自己慢慢下。那我等四车什么都没看到以后，我就走了。好。然后也一起到了。我的炸。哎、欸，这里好玩哎、欸。啊？居然没有拗到？一定没有啊！有刮的声音就没有拗到。上次也是刮了，咔！但是那是懂咔。穿的很像小班的、欸。是啊，是啊。对，那个班的。会不会是自私的？会不会是就是淘宝买的就是那一套？对啊，是啊。很像。大家都长这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它是全绿的。你。所以我要这样子下。直下，我们两个都直下、啊。哦，好。
帮你横着的，你也推不动。对啊，很烦啊。然后直下就很快可以到了，是不是？跟刚刚差不多快。不要心，不用心急，而且真那么宽，你就慢慢你滑吧。会，我会，只是脚酸。对啊，对啊。怎么办？第一天脚就酸成这样。这是第二天。我是说第一天就害你脚酸成这样。因为我们第一天不懂得，没有等的时间，所以不知不觉。你这手套到底是毛的部分还是这个？它里面有差一点金属的纤维，毛对不对？是毛，那跟这个点有关系。我有特别用这个点，不是毛，不是毛。但是我用这个点哦，你是说那个塑胶点哦？对，那个塑胶点，我觉得只是磨防滑而已吧。哦，这也不是它，对，不是它。对啊。因为我是觉得我怎么推它都不甩我，而且那个防滑的部分很烦，让我没办法做那种撸的动作，因为它会卡住萤幕，所以后来就学会不要用到那个地方。不要碰到那个地方，不然都滑不动。我也是，就昨天在用的时候很痛。为什么右下角还有个斜坡啊？那是有人偷滑过去的黑线吗？我不记得那边有那边，看起来就右下角哪里？右下角？右边那边斜斜下。有人在滑，有人在滑吗？就下去了。不过从这个角度看，好像也没有很斜。但是从我刚还没那么高的角度看，三个小朋友他们都在我们前面，很厉害，我还是觉得很厉害啊。会学板真的很厉害。要告诉他吗？是吗？你说昨天也是他吗？没有了，我先告诉他。不用了，好，我等试车，搞不好追得上你。啊？我们之前也是走这里啊。确实比较陡啊。